其实你在洗的时候就觉得，哎、欸，它的纠结感不见了。其实我可以随便这样拉给大家看。哦，真的耶，不会干涉。对，子晴的头发很长，但是你可以很轻易就从头跟慢慢拉到尾巴，看它的光泽。哇，超夸张的，真的，它的发根是蓬松的，它里面的成分可以让头发是清爽。但是有光泽，他到底谁啊？对啊，我现在其实很多人都讲说，我们染发大家都强调要有光泽，然后要有那种好像有一波都很漂亮女神光，其实是因为我们要发丝透出来的光泽，不是这种头油的光泽，其实这两个是不一样，不一样的。对，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非常厉害的一款洗护修护组。那其实他们家这个系列是升级版的，然后再来它的氨基酸是有18种氨基酸，它可以强化头发的一个韧度。那还有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像胶原蛋白，它的胶原蛋白呢是从海洋萃取出来的精华，所以它可以润泽我们的头发。我们很多人漂发、染发或是常夹电棒，都会有一些光泽不够，或是说头发好像消光了，头发很毛躁，很常都是很怕洗头，因为就纠结了嘛。这一款厉害的就是它在你洗头的过程当中，你轻而易举就把头发拉开了。我不相信，真的，我们立刻来做实验。好，那我们就现在呢，就直接，因为其实子晴的头发比较长，那一般的量级就跟一般洗发精差不多，但我大概按个2下到底，然后我们就这样搓开来。嗯，我的部分呢，习惯一定会先从发尾开始，先稍微搓一下。我也是。对，然后慢慢的带上来。老师，这味道很香哎。很香，对不对？是海洋的味道。对，它是其实是清爽的味道，然后因为它里面有海藻精华，然后其实你在洗的时候就觉得，哎、欸，它的纠结感不见了。其实我可以随便这样拉给大家看。哦，真的耶，不会干涉。对，子晴的头发很长，但是你可以很轻易就从头跟慢慢拉到尾巴。我自己在家是不可能这样的，都是打结一坨的。对，所以其实因为它里面的润泽成分很够，这是洗发精，然后再来你慢慢洗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，哎、欸。其实头发变得很软很滑顺，那我现在呢就先把它冲掉，因为它同样有另外一款它的好朋友，就是它的护发膜。哦，对，可是夏天用护发膜会不会觉得很容易很油啊？对，小云讲到重点，它的发膜厉害的地方在于它非常的清爽，因为它里面有日本的红仓粘土，还有海泥的成分，大家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因为它这两个成分，它第一个它可以吸附我们一些头皮的油脂，然后再来是因为它一样跟洗发精里面有一些海藻的精华，然后还有一些氨基酸的衍生物等等，所以它帮助我们头发的润泽，其实效果是很好，但是不会油腻。哦，那可以每天用吗？可以每天用，而且其实它的因为它的集中渗透力很好，所以它其实抹上去之后，你大概可能等个30秒左右，你把它冲掉，你就会觉得头发说，哎，有漂头发的人会觉得好像没漂一样那种发色。很神奇耶，哇塞！而且因为它呢，它的前身其实这个发膜是氨基酸的一个护发霜，但它现在它是全新升级，所以它里面其实多加了我刚刚讲的胶原蛋白成分，然后还有一些海洋精华的萃取，所以它相对来说它的渗透力会更好。尤其它的前身其实已经在各大 PPT 啦，或者是说 Dcard 上面。都已经讨论度非常高，厉害！他刚才讲的关键字集中渗透。对，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发膜，你会觉得哇，一看就很天然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很像面膜类什么海泥等等？藻泥。对，因为它的头发比较长，所以大概量是这样子。哦，对，好，我们轻轻的把它搓开，而且它完全不会有那种油腻感，可是它的渗透力很好，所以你会觉得它很轻易的就把头发纠结的部分搓开了。而且你不会有厚重感，但是你吹干会感受到说，哎、欸，我头发好像瞬间被修护了。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，是长期使用下来，它有护色的效果。太好了，因为当你头发强健之后，你的锁色的时间就会拉长，那你就不用再用非常非常多的角色产品，你反而要把头发的结构顾好，有好的成分就可以把头发养好。是不是很漂亮？光哎、欸，看一下这个光泽，超闪的，这个就是到现场经过刚刚修护过后的光泽，有没有？你看它的光泽，哇，超夸张的，真的，它的发根是蓬松的，它里面的成分可以让头发是清爽。
但是有光泽。好美哦，他到底谁啊？对啊，还是其实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我。再来，他除了就是刚刚讲的漂染的人，重度在染烫造型的人，你一般发质也可以使用。他长期用下来，头发会更有弹性。发膜的话，就是你一个礼拜可以做高密集的一个等待的时间，它就可以加强你的护发效果。然后也是开架式的吗？它是开架式的。哇，今天两位老师价钱非常漂亮的，它效果也是非常好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是同一个詹子琪吗？原本扁塌毛躁的 iPad 头竟然变得这么蓬松又柔顺，若不是有前后对比的画面，真是不相信这是同一个人呢。